谁敢轻易换这个几十块钱的沐浴露？我大几千的香水钱都可以省了。就是独特爱你家的沐浴露啊，每一款都是大牌香水的平替，不管你喜欢啥味啊，在他们家都能找到自己中意的。和我一样喜欢木质花香调的，你就别用这个我的少年。它不是那种很沉闷的木质调，一开始你会感受到橘子和柠檬爆开的那种清新的香气，就像上学时穿着白衬衣的少女在阳光底下喝着橘子汽水。在此秀你会感受到咖啡皮革跟檀木胶质在一起褪去的少年的青涩，增加了一丝的沉稳，特别有层次感。让人闻了以后就想往你的怀里钻。这款就是无论男女用都很合适。如果要形容小说里富家千金的香味，那一定是这瓶浮靡之水，真的是那种百闻不厌的高级有钱香。玫瑰花带着甜香气息扑面而来，尾调的香根草又带了几分内敛，就像你夏天出门啊，随着你体温的升高，香味就从你的皮肤里悠悠的散发出来，这种自然的维体香谁顶得住啊？它是这种晶莹的啫喱质地，轻轻松松就能打出非常绵密的泡沫，因为它是双重氨基酸表活，又温和还一点都不假滑，可不是我的下手，是有实打实的检测报告在手哦。品控不要放心，它不仅仅是洗澡的时候香香的，洗完之后你穿着睡衣，甚至被窝都是香香的。像夏天咱们穿一些露肤度高的衣服，要涂防晒或者素颜霜的，用它直接就能卸得干干净净，几十块钱的价格就能拥有大牌品质香水的味道，还拥有 SPA 级的沐浴体验，真的我皮太赚了。